我们也是可以一心多用的，会吗？我也可以一心多用，哎，很难得，难得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在这边要为男生，你是把彩薇的纸牌偷过来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跑到你那里？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就像邦恒哥，然后我们这边讲的，就是说你们不要一心多用。我有的时候看到我太太一心多用，我会吓死。为什么？有时候在抱小孩的时候，她可能要去准备个什么东西啊，或者是准备晚餐，我就跟她说你不要做，我来做，你就坐在那边好好的顾好我们的小朋友就好了。所以我就把类似比如说哄小孩，我交给我太太去做。那比如说煮饭、对通告或者是回讯息，或者是甚至于我自己的工作要去上架歌曲，都是我自己。来，所以说不一定说这个女性一心多用是女生的专利，我们男生也会帮忙，我们也会一心多用的去帮女生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就是换个角度。所以你们家一心多用是你吗？对，哦，那个是现在就是我怀孕之后，我承认我的确没有办法一心多用，但是在怀孕之前，我可是也是每一件事都可以一心多用，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很好的。我以前是女子团体嘛，然后我们是在日本出道，但是日文不是很好，所以很多都是用死记的，所以你就是那这很矛盾的，日文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在日本出道。我本人因为我是团体，但是我们其他人对 With the girls 其他人日文很好，那我又要记舞蹈，然后舞步还要记走位，然后我们上节目啊，其实日本是比较严谨，他们是所有节目都是要 rehearsal 的时候，就是主持人说什么，我们来宾回答什么都是就是已经 re 过，所以你不能现场改，所以你要记得你在哪个 moment 你要讲什么话，你要回答什么，你要有什么反应。我们以前也是人见人爱啊，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其实很受欢迎，我做得很好啊，花见花开，对，对，哇，对，我真的是因为怀孕之后，我承认我的就是头脑现在还没回来，真的，我现在对现在还没回来，你真的不能怪他，因为他刚生完一个月，我自己一个月会失忆的，对，我真的很超失忆，而且因为他在就是平常在生活，就是最近在生活的时候，他会忘东忘西的，他在家里很常就是躺着跳舞这样。这样子，我想在干嘛？他说，我在想，我要先去洗澡，还是先去顾小孩？你们家这么戏剧化，对啊，他在想一个事情，还会这样，就会这样子，对啊，你要跳舞吗？性感呢，性感，对，想自己也想自己，我们一般就当在想啊。我刚刚这样，刚刚就是跳起来了。你想事情的动作会不会太老派？我就是这样啊，我都是这样啊。哎 ，idea。你是机器人啊！可是有的时候男人忙半天啊，像你刚刚说你那个你忙很少骨忙来忙东忙去，但是真的你们集中你们的精神，你们一件事真的能做得好吗？好，来，彩薇，你请他做什么做？现在因为我们孩子新手嘛，我们现在还手忙脚乱，所以有时候连一餐都还来不及吃完，那我就要去顾小孩，所以我有时候会麻烦他帮我洗碗。那有时候我每次下一餐要再去拿碗或是拿个杯子喝水的时候，我发现天哪，怎么整个碗都是油的，就是他有认真帮我洗，但是为什么洗完全部都是油的？我想说你到底是你有用洗碗巾吗？还是你是拿我们旁边橄榄油在洗碗？没有，可能会拿那个橄榄油，拿错了，我洗碗巾。不是，有可能、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那时候优米，我太太她有小孩子，小孩子又出来，又觉得说，我自己觉得洗洁精不要放太多。那如果放太多的话，我怕会危害到小朋友，或者是我们吃东西会有那些化学药剂太多，环境荷尔蒙就对了，环境荷尔蒙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不要，我不是说我不要洗太干净，而是说洗洁精不要用那么多，对对对对对。可是你如果说那个碗是有太油的话，真的全部都是油的，不是太油，是真的是。那这样嘛，我做一件事情好不好？认真的，我认真做好这件事情。对不起，你说你认真的，我认真跟你道歉。没有，其实他后来他有想一个方法，他后来他就买了一个洗碗机，我们家有一个洗碗机，他也很好，对，给他鼓励，这个可以鼓励是不是？然后鼓励，就是比较不错的歪脑筋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们都不用洗嘛，对对对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各自做各自的事情，节省时间。但是刚刚我们那个洗碗机跟扫地机器人一直都很像，我当时也是体恤我老婆的辛苦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台算顶级的。扫地机器人哦，但是真的给自己找麻烦。怎么说 ？Mountain 讲的没有错，那个有够吵，吵到哦会躁郁，你知道吗？我好不容易那一天空哦，然后我在释放我的身心灵的负能量的时候，然后一直我老婆就把它打开了，一直哦。
且哦，他中邪，你知道吗？我忍不住了，我就过去想要把它按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按不掉。他会躲，你要 hold 住吧，你要 hold 住他。我用尽各种方法，我气到整座拿起来哦，我冲向阳台，我真的想把扔出去，想不对，但会砸到人啊，我就把它藏在那个衣橱的深处，然后门关起来啊，就只要不要听到那个声音就好。你是请。我是因为我唯一会请他帮忙做的一件家事就是倒垃圾，因为我们家都是会累积很多垃圾嘛，然后还有回收，所以会比较重，这种体力活我就是交给老公来。但是呢，他每次呢倒完垃圾，他就是我下一次我要再去做回收的时候，我要丢我手上一堆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为什么没有垃圾袋在里面？他就是只是把垃圾拿出来，他不会帮我装一个新的垃圾袋，也不会把垃圾桶的盖子盖回去。那这样子，我自己本来就一件事情，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做好？这个我要解释一下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把垃圾拿出来就拿去倒嘛，那接下来我再回来把垃圾袋放上去，哎，浪费一次工，我下一次要丢垃圾的时候，哎啊，这个没有垃圾袋，我再换就好了，我不用来回两次。对，好，你说那个一件事情做不好，那我想一下哦，那个我每次叫你叫一个外送，为什么你都点不出来？哎，没有，这个不一样，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，所以他有时候会叫我选 Uber Eats 看要吃什么。我真的选不出来。他花了一个小时。你们请凡哥帮忙嘛？多一点，真的是不是？凡哥应该要点出一桌来，对不对？就是全点。彩薇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选择性障碍，我们去外面吃饭，他也是一样，他那个菜单上来，他会定住，他不知道要选什么，所以我其实那你就交给你点就好了。我每次都会帮他把东西选好，选好，好，你不用想了，你就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就这样子。很好啊，对啊，就是我也不会觉得他这个点的不好，不能做好，他是因为他有选择障碍，这个是个真的事情，我也有选择障碍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真的是。学学我，哥是怎么样？哥是我们要去一家餐厅。已经就提前就知道了嘛，在家里面或者在去的路程当中，好就想好了，所以我一旦一进餐厅，我都还没坐下来啊，我是边走哦，握寿司三个，手卷生鱼一片，牛肉汤。你在家放空都在想这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知道你会点菜，他会点，他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好，就是点菜。对对，点菜做得很好，这个分工合作。对，这个夫妻跟情侣之间，不管是哪一方，这个谁可以一心多用的，其实都无所谓。最重要的是要大家 work together， 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一个关系当中就是 teamwork。但是真的，我们做很多事情啦，因为我们有生小孩，这个你辛苦。对的，对的，把这件事呢就碾压我们了。真的，真的呀，向所有的女性同胞掌声鼓励。这什么？